进山丘丛里面来了。可这个地方雷克第一次来是吧？嗯。今天我们到山丛丛里面来啊，收点姜，到时候看一下有没有竹子，有竹笋的话就拔点回去。老王你在干嘛？好多蕨啊。好多蕨菜吗？蕨菜这个蕨菜有点老了哈，多是多啊。这里没人采，所以蕨菜特别多。这里也有了，这些蕨菜不是很大条。这个大一点，哇！这是我第二次来这里啊，因为这个坡比较陡啊，我把车子停在上面算了。你看，下面，等一下我装那个浆，怕上不来，所以还是放在上面吧。下大雨了。嗯，我那个羊抓回来。绳子多不多啊？开搞开门呢。你看，我现在你下雨的时候不会去拔吗？你看，啊、哦，好累，头发都打湿了。拉完了，哇，这个绳子蛮多的，这个就蛮大一条的哈。还给洗给油，大的小的都有。这里再大一些。这个绳子有大条，老王你真的好厉害啊！这里还有这么多，这个地方就没人来拔哈，绳子多一点。朋友们看这个，这个绳子好嫩的。这个叫水貂笋，很好吃的。这个就刚出土啊，没多久。这里还有蕨菜，这个蕨菜也很好。大山里面的野生的，我们这就刨。这个算是野生的草莓。比草莓还甜，这里也抛，你看这个抛，好甜，又拔了这么多。其实刚刚下了一阵雨啊，山上比较湿。肯定，这个地方就是摘蕨菜的人少，所以蕨比较多。你看这两个竹笋，已经长得比较高了。没人拔，个老的地方，有点老了哈。下好大的雨了。你这韭菜下很啊！这个屋里自己搞的个东西。我这屋里没事家。没事。老妈，这个好大，你看，这个笋子大嘞，好粗啊！还这一根也是。朋友们看到没有，这个笋子好亮，才刚抓出来没多久，没长出来多久的这个笋很嫩，这样的笋子就亮了，这个肉很嫩的。老妈拔的笋是大，就是不太多哈。这是甜啊。我前面这里有一片竹子啊，不知道这个有没有长竹笋，我们下去看一下。这里以前都是田，你看到没有，采的都是水啊，都没人种了，荒废了。哇，我的鞋子都湿了。这里都是一片竹海，竹子好大一条的，就是没看到有竹笋呢。竹笋还没长。这山上的树太深了。老妈拔了这点笋真不容易啊。
没有路啊，这个全部是树，不好走。这个是很嫩的了，你看这么高才很短，这个也是很小哈，小心一点不要跌下去了。这个笋跌倒了，哦，这里也有，再看这里，哇，这个跌倒，回去。没什么笋子，开的开，按下了。妈的，都是我去的。搞了几十斤竹笋啊，主要是这个笋。竹笋还不是长得太多，下次再过来拔了。拔了一点竹笋啊，因为太晚了啊，现在是5:40了，我们准备回家了。不打算，那我们先回家了。好了。洗澡。